69级单挑龙神，先起牛进，开始展示。69级也有可能被封啊！别看带着五孔，血脉压制，等级压制。八点法伤将近十来万吗？对啊，啊，为了提升这八点法伤，不是将近十来万，是真的十来万呀！不，十八段哪是十来万啊？我他妈十八段他妈30多万吧！你算算啊，第十六级的话大概45000，你不失败合出个17，你再不失败合出个18，那你可能不失败吗？感谢爱吃鱼。是可能不失败，但是商人不可能按照不失败的价格给你。那他起码的话17段的话要收你9万，再乘以个2.5，18段22.5万，真实的价格应该是比这还要高一点。18段也不是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，我基本上用不到啊。我们175最高17段。谢谢爱吃鱼老板的啊，连续2个地厅3技能，但是没有关照万象，有关照万象100发火箭啊。吃鱼哥洗地厅手气还行啊，就差一点点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粉丝卡888，还有最后的6分53秒啊，这轮还差1000个。好，牛俊加完，终于要出手了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秒龙神250，龙神比较抗法，打的数据不一定很多，而且69级啊，他关键是跟同等级的比较，你拿他的数据再暴力的装备，你拿他的数据比较75，他也比不了，对不对？秒完的话，你心中会起出2个字，就这啊，其实这就是。69啊，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数据，还是要为多秒10点属性啊多花几十万。有天阵的话能打怪2000多啊，他平时任务也不可能这么牛逼的无级别，单秒2400。老王，你是不是偷了你的歌单？全是你最喜欢听的歌。是，今天我给品质稍微往上升了一升。恭喜扬州好老哥8本兽诀打成6红，拿到5发火箭，能再拿14。谢谢扬州好老哥啊！啥时候出一个无级别琴音就酷了啊！他有琴，他有光辉，反正。全场会多余很多愤怒，没啥事就加个光辉，对面啊一般也不会起罗汉。